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寒冷的冬天里，有人送上一顶温暖的冷帽，实在会由心里面暖出来。你想不想成为送帽的人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zing Grace 奇恩职欧教室的 Grace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全低针粗冷的冷帽。虽然它是全低针，但是也有两个不同的花纹的。你可以织长一点，当它冻的时候就拉下来冚住耳朵，没那么冻的时候呢就可以接上去，都是很有型的。我们现在即刻开始吧。我们要条冷长一点先，大概70寸，共要起38针。首先将毛冷翘成一个圆圈，放一条线在个圈中间，然后抽上来，将织织针穿入去索实，不过呢不用索那么紧的。咁呢就两条线呢放在手掌中间，大拇指和食指呢这样穿入去先。好啦，然后呢将手掌呢向返上，拉条线落嚟。嗱，我哋呢由大拇指下边呢一条线穿上去，然之后呢勾食指呢一条线，再喺大拇指呢一个窿嗰度穿出嚟。好啦，然后缩开大拇指，拉嗰条线。好，继续嗱，将手掌向上，支针拉条线落嚟，喺大拇指呢个交叉位向上，然后咧拉食指呢一条线，过咗呢个大拇指个窿，放开大拇指，再嚟拉条线落嚟啦，个手掌向上。在这个交叉位穿上去，这样呢这个角度呢在这里，这样勾这条线，在回这个大拇指的窿那里穿出来，这样呢就放开大拇指，拉实这条线，不用拉那么紧的，当我们平排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呢可以这样穿上去，拧一拧手，勾呢一条食指嘅线，再拧翻只手喺呢个大拇指个窿嗰度穿翻出嚟。好啦，拉紧佢。如果咧你系幼冷咧，你就织多几针啦。起完针咧，就将佢绑一绑个结先。然后呢有毛冷的针呢就左手揸住，右手呢就拉长那条线，尾指翘住长那条线，然后呢这样夹住啦，那支针呢就揸在两只手指大拇指和食指中间，这样呢支针呢就由面这里，我们织全部都是低针来的，穿入去，然后呢只食指呢就带动那条线由下至上咁样，然后拉紧呢条线喎，咁呢就将呢支针呢拔出嚟，勾呢一条线上嚟，咁呢就叫做低针啦。好啦，嗱，再继续咯，将支针喺面呢度一个十字咁穿落去，隻食指带动那条线由下至上，然后掹紧呢条线啦，咁咧呢只手可以帮帮佢将支针穿出嚟，拔呢条线上嚟。咁我哋咧咁样记住咧，系用隻食指带动嗰条线就得啦。好，一直织到呢行嘅结尾，织完呢一行咧。又是有线那里揸在左手了，又是继续这样啦，继续织，织到七行。现在呢就将它由这里装埋个尾，环形咁织啦，即是一个圆圈咁样织啦。
呢度咧，你要信翻佢喎，唔好俾佢扭咗喎，扭转咗就唔得噶咯喎。继续用低针织啦，嗱呢度咧拉紧啲喎，个薄口嗰度一直低针。咁点解头先我哋又唔系咁啊？因为咧，我哋咧想个帽边咧系另外一只花纹，虽然都系低针。但是織法不同就有不同的花紋了，現在呢就一直織到你想要的帽子多長了。 OK， 那我們呢就織到頂帽夠長了，收個帽頂了，兩針一針兩針織埋一針，是啦，兩針合一了，兩低針合一，這樣就是這樣在面這裡第二針的面那裡一一穿落去，起翻条拉上嚟，咁样就织到呢圈完结先。织完两低针合一咧，咁就正常织一行先，正常咁样织一行。呢行咧就三合一咯喎，挑先头嗰两针出嚟先，第一二针挑出嚟唔织嘅，第三针再呢一针低针先。咁就將頭呢兩針挑翻上去，咁就變咗三低針合一啦。頭嗰兩針挑出嚟，係啦。咁咧織咗第三針先，全部低針嘅。咁就將頭呢兩針挑翻上去，咁就變咗三低針合一啦。嗱，咁樣一直係減到尾啦。如果你覺得困難咧，你兩低針合一都 OK 嘅。而家我哋收完咯喎，你唔識三低針合一咧，咁你就兩低針合一都得嘅，最多咧喺呢個帽頂多幾針嘅啫，冇所謂嘅。好，而家咧我哋就剪斷條線啦，長少少喎，陣間要穿翻落去收針嘅。咁咧就將呢啲嗱呢個圓圈嚟嘅，咁我穿咗去一支直針度啫。咁就將呢啲線穿翻落呢啲未織嘅針度啦，咁咧就一針係啦，就鎖實佢咯喎，掹住呢度啦，穿咗落嚟，整實佢，要再穿多一次。咁穿完咧，我哋就可以收針咯喎。穿合去帽頂下邊嘅位啦，喺底嘅位收咗佢。穿多啲線啦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走出嚟嘅。咁穿咗一段線咧，我哋就可以剪咗佢啦。咁其他嘅線咧，又係可以咁樣收埋佢。仲有頭先起針嗰度，咁我哋咧就個面嗰度縫嘅。首先咧就穿咗呢條邊，穿咗落去。將啲針咧向翻上嚟先，先拉線啦。呢度咧咁又係咁啦，穿落去向上，穿翻上嚟向上拉。咁呢度到呢度啦，咁啦又係咁啦，呢條咧就對翻呢條啦，係咁一直連埋佢啦。好，呢度咧稍微連上少少嘅。OK， 咁連完咧，我哋穿翻條。線內下，咁我哋咧就可以收針啦，又係穿喺一啲睇唔到嘅地方，一定要拉條線長啲，起碼一寸半啦。最後咧就可以剪啦，咁就完成咯喎！哈哈，係咪好容易就織完呢？要注意的咧，就是起針的時候不要拉得太緊，因為呢些咧係基本的起針方法係冇彈性的，你亦可以織幾種顏色啦，唔同顏色配搭咧就有不同的效果，或者你可以加上一個毛毛球啦。嗰、那個製作方法咧，你睇翻我姜餅人嗰個教學影片就得噶啦。如果你想個毛毛球大啲咧，你就用個圓圈大啲就可以做到噶啦。你都快啲嚟織多幾頂冷帽，為有需要嘅人送上温暖啦！如果你對歐織有興趣，中意我頻道咧，就請你訂閱啦，
是免費的，同埋記得咧撳埋隔離灰色個鐘仔，咁咧有新片通知你。嗱，好靚喎，係咪啊？多謝大家。